接下来把镜头转到云林县斗南镇，在一五八甲线往古坑路的道路上，最近出现了上千只的燕子低飞盘旋。虽然这样的画面让路过的民众看得啧啧称奇，不过却让当地民众心惊胆战，因为燕子飞得低，距离车子很近，而汽车的驾驶人除了要忙着按喇叭来驱赶，更要刻意的放慢车速，非常的惊险。警方也提醒民众，经过这个路段要格外的当心。